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台西海口故事处新一期的展览是画家吴有道以及石头收藏家吴金水的联展，26号透早办理开幕式，两人的年岁加起来是已经170岁。做会办展览，吸引未少民众参加。吴有道的画作，让大家回忆过去的农村生活；吴金水的石头，让大家愈看愈稀奇。登记到4月17日，主办单位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西海口故事处新一期的展览展出吴有道老师的画作以及吴金水老师的石头收藏。因为两人的年岁是非常的近，难得开展。26号透早开幕，是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来祝贺。我今天来看看我们这个那个画家，还有那个顽石家，哦，我才知道说，哎，原来这是台西乡，哈、哦，一个阿公，一个阿静，两个加起来170岁了，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哦。阿公为哈、哦、画家，他画的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啊、一些景色。那这个石头呢，顽石家，哦，刻了有足侪足侪哈，无同款的，包括玉啊什么一大堆的哈、哦，都咱拢看袂到的物件，伊拢。我都收藏安尼啦。哦，我感觉吼，我们台西吼有这些奇人呐吼，艺术家了吼，啊，都我们那个理事长哦，给他挖掘出来，不然我们不知道。然后真的来看哦，我觉得真的很棒。吴有道跟吴金水两人对这个展览开展览是非常的欢喜。展期到4月17号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欣赏。哦，足欢喜的啦，啊，搁有一挂来边讲。请个律师来哦，来甲咱参观，安就足欢喜的。哦，真好咯，欢喜啊！啊，欢喜讲正人来甲咱看，啊，看咱的石头啊，哈。啊，这边算足难得的，邀请真两个师大吼来伫咱海口故事屋咧展览。啊，为这个月23号到4月17日，拢有欢迎大家当来看。这期的展览是再来配上石头彩绘的 DIY 课程，展览期间每礼拜六、礼拜下晡拢有开课，非常的适合亲子做伙来发挥创意，画图培养感情。啊，伫假日拜六、礼拜加固定假日的下晡时，2点到4点拢有搭配咱这免费的迄个石头彩绘，啊，欢迎大家若有兴趣的，会当来阮粉丝专页，还是确定的来这里报名。对 DIY 课程有兴趣的民众，应上海口故事处面册查询详细开课时间。会记得要提早报名，才来前往。记者柯宣彩虹报道。